陈轩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在给他把天眼睛，他就能看见我们啦。女儿从学校幼儿园放学回来了，然后她手工课带回来的眼睛，然后她在那贴的时候，我过去看到就给她拍下来了。女儿快五岁了，心里暖暖的嘛。对，从小天生的都没有眼睛。